脑袋长了那么大的肿瘤，明明已经长到视神经了，居然还已经开药房动手术。如果硬要开刀的话，很有可能会失去记忆。你觉得思安他会愿意看你这样子吗？就是不想失去所有有过思安的记忆。你们会原谅这种事情发生，只好你们肖老师可害到了自己了。 本周日晚间8点到10点，东森戏剧台生命捕手精彩最终回。